界卫星空中佛学院，诸位观众、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日是空中佛学院第二届净宗课程《无量寿经》第97集的播出，请大家掀开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会104页。经文第一行看起，常念不绝，者得道解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亦应随行，正修福善，求生净土。上一集咱讲到这段啊，那么这段呢啊，原来是接前面一段来。上一集呢，啊，咱讲到一个观经的三福，啊，一个正修福善求生净土这两句，具体说明就是观经三福。观经三福，佛甲咱讲甲真清楚，啊，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那么三福呢？啊，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诸心不杀、修习善业，这是第一福。第二福是修持三规，积聚众戒不犯威仪。第三福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托生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这三条。一共11句，这是修正业的基础，修西方净土的基础。咱一定要重视，啊，决定袂使轻易个跨过，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。净土就是西方净土。安尼呢，则袂辜负阿弥陀佛建立净土。接引十方一切众生完成佛道的大恩大德，则袂辜负本师释迦牟尼佛苦救报心一再的劝导力。啊，那么这是非常的重要啦。啊，那么咱学佛就是要成佛。啊，那么成佛啊，才会当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啊，那么度众生也是同款啊，将一切众生度到成佛。啊，那么这众生成佛，伊会搁再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啊，颠转啊，度众生。那么度众生这个度是帮助的意思，啊，帮助众生。那么帮助众生，帮助个成佛。啊，这才是啊佛法主要的目标。啊，咱讲帮助众生啊，帮助伊啊得到菩萨的果位，也无完满。啊，证到阿罗汉啊，佫较也无完满。啊，帮助伊得到人天福报，啊，那么迄是暂时的，啊，毋是佛法终极的目标。啊，那么即马。现代呢，有真侪人无了解佛法，出现在世间主要的目的，啊，主要要帮助咱世间人达到什么目标？啊，真侪人唔知影，啊，无学过的人唔知，啊，迄当然是，真正常，就是学过的人。有真侪人唔知影学佛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为什么爱学佛？啊，佛教咱什么？啊，完全呐无了解。那么佛法呢？最基本的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咱这个世间，示现成佛。啊，主要。是甲咱讲什么？
啊，伊要帮助咱什么？啊，就是帮助咱了生死出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啊。佛法出现在世间，这是主要的一个目的。啊，如果学佛无要了生死出三界，那么这都不是真正学佛了。学佛最起码也都要求了生死出三界。如果学佛呢，敢若求人天福报，那么这当然啊，不是佛希望的啦。不过有一挂人呢，伊也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，想要得到来生荣华富贵，或者来生呢要升个天国。佛也满意的愿，介意来生如何搁再来得到人心，来生如何升到天道，介这个方法，那么要升到人天道呢，也都要修五戒十善，才会当达到这个目标，如果若无修五戒十善呢，这个目标是达袂到。不是讲咱来生想要来做人就来做人，要升天就升天，一定要有升天甲做人的条件，安尼呢，才会当来人道到天道。如果无到这条件呢，那么在六道内面就是伫三恶道。那么咱今日会当反省家己咱五戒十善。到底咱修几成？如果若无六成以上，那么来生要得人心无把握，升天搁较免讲啦。这是咱大家爱知影所以来生你若要得人心呢，起码也都爱观经第一福第一福做到六七成，安尼才有把握。那么来做人或者呢修上品十善升到天道这是人天福。第二福呢，为修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为宜，这是出世间乐这是消行福、声闻缘觉福为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为宜。那么这个三皈依呢，大家拢知影，你要修五戒，也都要先修三皈。三皈依是佛法的基础，是出世法的一个总纲领。为证阿罗汉果，一直到完成佛道，就是这个三皈依。三皈依呢，就是佛法修学的。中基督原则可以讲佛法是修行修三皈依。那么具体落实为这个持戒具足众戒这个戒呢，基本的就五戒咱一般要修戒修五戒，爱先修三皈。你对三皈依爱有真正认识个了解。那么在要修持三皈依前呢，你要有第一福的基础：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诸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有这个基础呢，才有法度来修持三皈。因此，咱就知影三皈的基础是第一福。那么，具足众戒不犯为宜的基础是修持三皈。就是修持三皈。所以这三皈依呢，这就是佛法的一个开始总修行的指导原则那么具足众戒呢，为具足五戒、沙弥十戒比丘戒、菩萨戒，那么这拢是算具足众戒，不犯为宜。那么家属净空上人最近在澳洲净宗学院办这个九年的教学。前两年呢，那么这个课目就是
啊，这个沙弥如意啊，那么沙弥如意呢，可以讲是配在这个啊观经三福的第二福啊，就是这个具足众戒不还威仪啊，因为这沙弥呢，如意呢啊，伊头前十条戒，十条戒啊，后面呢二十四门的威仪啊，十条戒二十四门的威仪。啊、那么这配在这个观经第二福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不还威仪啊。那么头前两年呢，第一福的，这个啊、相关的这个课本呢，就是这个《了凡四训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安世全书》《地主规》啊，包括这儒家的这个《论语》啊。那么这个属于啊第一福。第一福啊，够十善业道经，那么这是第一福啊。第二福就是三弥如意了啊。那么除了三弥如意以外呢啊，这个啊配在受持三规的这个经典呢啊，我一大师讲的这个《依教三经》啊，《佛说八大人格经》啊，《四十二章经》。这个佛义教经，那么这呢也可以配着三规啊，三规这个经典，那么叫做众戒啊，这是三弥戒。那么这头两年啊，也一个基础啊。那么第三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脱相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个第三方呢，那么伊是以发菩提心做一个。基础啊，这个菩提是梵语啊，翻成中文意思是感悟的意思。那么本经呢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咱头前拢有读过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发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啊，的讲法啊，真侪种。啊，像大乘起信论讲的，啊，这个得心、亲心、大悲心，啊，那么这是菩提心，啊，得心跟亲心，啊，是对家己，啊，家己的心要得，啊，得就是无弯曲啦，啊，亲就是清净，大悲心呢，就是帮助众生，大慈大悲。啊、那么跟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讲的呢，大概也相同。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讲什么是菩提心？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讲第一是自性心。啊，亲心啊，回向发愿心。那么这呢，跟《大乘起信论》讲的呢。大同小异，意思呢大概同款。那么第一、第二拢是对家己啊，家己的心爱清净啊。那么这最近这几年呢，家书也写些对联啊，真行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那么这都是菩提心啦。咱的心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啊，正觉、慈悲。那么一般初学啊，咱讲这呢啊，菩提心啊，佮解注解也是无啥容易来理解。那么弘一大师有一个讲法呢，咱一般人听起都。真容易啊，对当明了了啊。那么弘一大师以这个讲法呢，以前古代就唔捌讲过啊。伊讲什么是无上菩提心啊？伊讲你真正具足信愿啊，真正相信发愿念佛求往生西方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你发这个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
这个讲法咱大家一听就真清楚啊！啊，你若是真正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你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这是五一大师以前的一个大德毋捌讲过。那么五一大师这个讲法是毋是正确呢？啊，咱仔细甲对照经典，啊，确确实实无毋对。啊！你真正发愿求生西方，往生到西方，一生就做佛啊！做佛不是无上菩提心，本来做佛呢？啊！一定做佛啊！当然的佛拢嘛是无上菩提心啊！所以伊这个讲法一点都无错啊！你只要记住真心切愿念佛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发这个心。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这大家都依照咱本宗来讲，这咱一听就明白了。深信因果啊，这个因果不是指一般善恶因果啊，因为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。不离因果啊，所谓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那么，这个第三福是大乘菩萨福啊，第二福是小乘声闻福，第一福是人天福。那么，大乘菩萨发菩提心，就是大乘的菩萨啦。啊，那么这个甲讲的深信因果。如果跟他讲啊，这个世间善恶因果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个因果，难道菩萨伊也未了解？难道伊也唔相信吗？啊，如果这个深信因果呢，配在第一福啊，咱看见呢，啊，都无怀疑啦。啊，比如讲配在这个诸心不杀啊，这个的正面。啊，那么那这咱就无怀疑哦，这个善恶因果，那放在第三福啊，难免呢，咱都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这因果放在这？那么过去家属啊，讲这个经啊，啊，曾经多处说明啊，这句啊，伊讲这个深信因果呢，唔是指一般因果。啊、不但不是指啊，这个世间法的善因、善果、恶因、恶报这个因果啊，乃至呢啊，这个出世间法啊，像四谛十二因缘、菩萨六道万行啊，也不是在讲这个因果啊，这个因果呢，咱也较容易明了啊，你修四圣谛法。会当证阿罗汉果，修十二因缘法会当证缘觉的果位，修菩萨六道万行，你会当证得菩萨的果位。啊，那么这个因果呢，啊，这一般脑研究教理的人啊，伊也无怀疑啦。那么，即大家讲这个因果到底什么因果呢？就是咱本经讲的念佛这个法门啊，念佛成佛。这个因果啊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么就会当成佛、完成佛道，一生就做佛啊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个因果呢，不但咱凡夫唔知影啊，当然未相信啊，就是连真侪菩萨呢，伊也唔知，也唔相信。啊，尤其教理研究较深入的法师，啊，可能更加唔相信。啊，那有较简单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就会成佛，那有较便宜的代志呢？伊袂当来相信。啊，但是这是事实。啊，这个因果的理真深。啊，一般经典讲，为佛以佛方能究竟。只有你甲成佛的，你才会知影讲，彻底明了这个因果。
为什么念佛会成佛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那么咱阿无法度彻底了解呢，咱来相信佛的话啊，所以伫遮呢，劝咱深信因果，主要是爱深深深入来相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深信这个因果啊。托相大乘啊，那么托相大乘经典呢啊，这就真清楚了，这是大乘菩萨佛。啊，读诵大乘经典啊，这个经典爱时常读诵啊。为什么爱读诵呢？读诵咱才会记的啊，会记佛在经典对咱的教诲啊。如果咱若一天无读，都袂记啊，啊，都真清楚了啊。每天啊，拢爱接受佛的这个教诲啊，接袂将佛的教诲啊，袂记的。所以读诵大乘啦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劝进行者啊，那么劝进行者就是劝，就是劝人啊。行者呢，就是修行人啊。啊，每天自己读诵啊，或者劝别人。那么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啊。大乘菩萨已经自己读诵啊，劝别人讲经弘法。弘法利生啊，那么这是观经三福啊，咱修学净土的动修，乃至修学所有一切法门，不管修多一个法门呢，这个是共同的科目啊，共同科目啊，绝对袂使疏忽啊。那疏忽这个基础呢，那么修学任何法门都无结果，袂当成就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咱阁看下啊，这一章《福慧师文》第四十七，这章经文总共八首的吉祥，是中上前面长行的经义啊，标明是非。在显示的当中，特别赞叹三件代志：第一件就是受持法愿往生；第二是甲咱说明佛的智慧非常不容易。听到的。第三是信修决定得度，伊在赞叹这个第二段内面啊，甲诸位大略讲一下。佛智难闻，什么是佛智？本经甲咱讲出了佛的五种不思议智慧。这五种不思议的智慧，若要详细讲，就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换一句话讲。这部《无量寿经》自头到尾是阿弥陀佛、诸佛如来究竟圆满智慧的结晶啊！所以你遇到这部经，你会当读到这部经，会当听到这一部经，你是在一生当中真正闻得诸佛究竟圆满智慧。所以有一挂人对于本宗无了解啊，正是像佛前面所讲，伊的业障真重。因为净土宗无重视法界，无重视智慧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唔知影本经是诸佛圆满智慧，唔那如此，我再甲诸位讲，就是小本弥陀经都无例外，拢是诸佛圆满智慧的结晶。啊，你若是唔相信，你看莲池大师啊，弥陀疏钞，这是伊的注解。如果这部经不是诸佛究竟圆满智慧，莲池大师疏钞要哪写出来？何况疏钞句句消规自性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弥陀经甲本经是同一部，咱今日得到这部经，就是得到一切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。用这部经内面呢？这个前面叫你常常读诵，叫你常念。常念是用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引发咱自性圆满的智慧。可见得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是非常有道理，决定不是迷信。这是托弥陀释迦诸佛以前智德，启发咱自性的智慧德能。咱看经文。
你是世尊理说上愿啊。那么这下面八首其上是释迦牟尼佛为咱开示的。第一首讲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以处正法不灵门，以赞供养诸如来，假能欢喜信出世。啊，这个第一首内面重复前面所讲的这一部经，是难行之法，难中之难。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在此生当中无可能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典，无可能。这个话是释迦如来甲咱讲的。你有机会听到这部经，换一句话讲，你就像乌色王子同款。过去无量劫中，你曾经诸菩萨都供养四百亿佛，这个福报大。以前供养诸如来，所以咱今日接触到一个经典，听到这个法门，令生欢喜心，令相信这个经上所讲的句句拢是真实。尤其前面甲诸位讲过，这部经是诸佛如来究竟圆满智慧结晶，所以可以讲啦，一切任何经典都袂当甲伊相比。咱遇到这是大幸。恶教海带及下界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蒙人行处暗，不能开道以他路。这段是讲，伊有障碍，啊，伊有宿恶有障碍，所以这个经法纵然伊悟到了，伊不能接受，等于无悟到。恶是造作十恶业，教就是巩固五万，教万。海带难道放逸的人，以及下低下贱，自以为是，啊，家己认为家己的想法拢对，无要听佛的教训，这是下低下贱，这是佛，甲咱讲出这个严重的业障，难信如来微妙法，啊，那么这个障碍是家己障碍了家己的智慧。所以你可以相信这个法门，可以选择这个法门，这是第一智慧，跟文殊普贤无两样。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选择这个法门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法门，可见的你的智慧决定不在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之下。所以这个经是第一智慧。后面这一句是譬如，譬如蒙人行处暗，释迦牟尼佛举这个譬如，譬如这恶教海带下界啊，这恶业深重的人，不能相信这个法门，不能接受这个法门，就好像像啊，这个痴迷的人目睭无看同款啊，袂当见到光明啊，永远在黑暗当中，不能开导与他路。自己处在黑暗当中，也无办法帮助别人。换一句话讲，不能自利，也袂当利他，真正是恶业障障碍自己，啊，也障碍化他的功德，啊，助他拢有障碍，啊，为赞以佛，啊，得众舍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啊，这两句前面一句是讲过去，过去生中咱以诸佛如来迄搭遐种了真侪善根，啊，这是上求。下面一句讲咱现在是救世之行方能修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不但自救，也会当救度一切众生。唯独一个法门真实，决定得度。咱自己修，自己决定得度。啊，咱劝别人，别人果然肯相信，也肯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啊，咱也就知影伊必定这一生得度。文艺修持及书写，图像赞艳并重用，如是一心求正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文艺。
啊，咱即个现在咱得到了啊。那么咱即一回啊，即部经典啊，虽然无真详细讲，重要的意义也大概甲诸位报告出来了，大家也拢听到。今日啊，咱即个经啊也圆满啊，这就是即大家讲，你已经闻到了啊。修持呢，这是诸位家己的代志了。这个经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啊，经典也供养大家了啊。佮刷落去呢，就是咱诸位同学家己爱修持了。你听了后，愿不愿意接受？啊，那么在听的时阵啊，可能你愿意接受啊，但是过几天啊，是不是还佫会接受啊？是不是佮袂记的咯？啊，敢会当继续保持啊？这是后面的问题咯。啊，持是保持，袂失掉去。咱应当进行修持。咱后一口开滴，一口开还无断，我都应当爱修持，这是诸位一定爱会记的，决定不能失掉。如果你若是失掉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无分了，所以千万不可以失掉啊！这修持重要。及书写，书写是流通，修持是你家己依教修持。就是以这一本经修持啊，那么这个书写是流通，发心印经流通啊，这个印这个经啊来流通，这个是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咱道场呢啊，这部无量寿经是长期的印。啊，那流通完了，咱就继续搁再印。啊，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有一本无量寿经。啊，咱的目标是伫遮。啊，尽量介绍大家的亲戚朋友来读诵这本无量寿经。啊，那么过年过节啊，那么这个送这个无量寿经给人啊，啊，这是上殊胜。那、啊、尤其呢？啊，甲人庆祝做生日啊，那么庆祝做生日呢？啊，咱祝伊无量寿，这是对最好的庆祝啊。那么世间啊，得共庆祝做生日呢啊，祝人这个啊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啊，就是祝伊长岁寿啦。啊，可是呢，咱这个世间呢，互你岁寿搁较长呢，啊，食到百二岁了，这算真长啊，这真无简单啊。啊，真正呢，爱得到无量寿啊，这才是圆满的，这是究竟。啊，要如何才会当得到无量寿？一定依照无量寿经去修，你就得无量寿。啊，你现在就得到无量寿了。将来当然一定是无量寿啦。那么这是真实的功德利益，所以本经呢讲了三种的真实。啊，世间的利益呢，无一项是真实，拢是暂时希望的，到尾也拢空的。唯独这部无量寿经是真实的，你永远得到，永远袂失去。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真实的功德利益。啊，那么读诵每天爱念啊，至少爱念一遍啊。未晓念呢，那么即马有做录音带，咱用个听也真好啊。你听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大家可以搞个录音带，请登去厝的啊。那么听啊，那么家己倒咧念念熟了，你再过把这录音带过送给别人啊，劝别人念。啊、那么咱这个录音带呢，咱道场也做真多啊，可以请啊，有台语有国语啊，那么要
这个广东话啊。那么在咱台湾呢，这个中南部有真侪老菩萨呢，这个台语啊，这真侪啊，啊可以呢啊来请啊。那这是爱图像。赞宴呢，赞是赞叹，宴是演说啊，这就是咱平常讲爱弘扬，爱为人演说。为人演说，咱知影偌济讲偌济，啊，无一定把这个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无一定。啊，有一天的时间，咱讲一天；有两天，咱就讲两天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咱这次的音源也非常舒适。啊，法界画星有108集的这个时间呐，啊，和咱来介绍一本经。啊，当然这个时间呢。不是讲真长啊，但是呢，咱总是会当简单的从这部经呢头到尾介绍一遍啊。这个音源也非常的难得，非常的殊胜啊，尤其在空中来介绍啊，凡是有缘的人拢会当听到啊。纵然呢，咱这个节目当中伊敢若听一处啊，这个音源都非常的难得，非常的殊胜啊。何况你为头到尾。拢听个完完，啊，这更加不可思议啦！啊，所以呢，听到全部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个福报不容易啊，难中之难。啊，那么诸位同学，恁拢得到了，啊，也将这个最殊胜的经典供养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点赞去弘扬。啊，那么你上这个空中佛学院，啊，你这一回呢？啊，可以讲你所得到的呢，是无比的殊胜。供养，咱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啊，咱印这个经书上人，这是供养啊，这是法供养。那么咱为人演说也是供养啊，咱讲说明，讲介绍啊。那么咱看到人呢合掌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嘛是供养，不但是供养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拢拢在这里头。啊，咱对人合掌恭敬，这是礼敬。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称赞。啊，甲阿弥陀佛念互伊听是供养。啊，互伊听到耳腔内面，一力念君应为道长。啊，这个金刚经济甲证了。啊，那么念阿弥陀佛。也是真忏悔啊！家己业障深重，你想看啊？爱念佛才会当消毒啊。那么后面呢啊，每一关啊，拢会当落实在即句阿弥陀佛啊，一直到普界回向啊，咱念佛就会当回向啊。所以十大愿王愿愿拢在即句阿弥陀佛当中，这不得了。啊，这超过了普贤行，普贤十大愿王一条一条修啊。那么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十大愿王的意思拢拢在其中啊。你想看这个法门，华严是大家公认的啊，这是法门当中最殊胜啊，最第一啊，比起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那么差远了。所以大家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是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念这个阿弥陀佛啊，不但是十大愿王啊，这个三合三会三诸牛拢在里面啊。那么这是我一大师呢，在这个。一篇念佛开始里面啊，也讲得真清楚啊。但是主要啊，就是讲爱真念佛啦，爱真正念佛的人啊。咱一般讲老实念佛啊，你真正老实念佛，真正啊，不但菩萨所为行文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，拢拢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一个都无漏去啊。但是你爱老实念啊，这样。啊，如果无老实念啊，当然啊，是正一个善根啊，现前啊，得不到这个功德啊。所以你若会晓修，会晓念，会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
就甲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菩萨行文拢收着了，一条都无漏的。啊，乃至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拢收着了，你才知影这个法门的殊胜，才知影这部经不可思议。啊，佛讲的无错。如是一心求净方啊，这个净方就是西方净土啊，像前面所讲的方法来修行。一心一意求西方净土，决定往生极乐国啊！释迦牟尼佛甲咱讲的语气非常肯定，决定往生。只要你依照这个方法修，无一个未往生的。正是善导大师甲咱讲的：一百人修，一百人去；一千个人修，一千个人去。一个都未漏掉，万修万人去。啊，最好唔好杂修啊，唔好又修净土，又搁修其他的法门，修甲真多的啊，安尼都真难成就了啊。所以善导大师讲，杂修的人啊，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有三五个往生西方，啊，迄就差真多了啊。专修的人决定往生，一个都袂漏去啊。所以咱来专修。讲家属大会满三千呐，啊，成佛威德释灵超，这两句是说明这个法门的威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大会满三千，三千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讲劫会，搁较大的灾难，一个念佛的人，拢会当平平安安的度过。所以动手当中，啊，有袂少求平安、求消灾。求免难啊！来问讲要修什么法门啊？这个经念了后，你就知影了。好好念这个经，念阿弥陀佛就用的了啊！唔免搁再念其他的了啊！所以呢，爱专修啊，心清净啊，爱依照这个经佛对咱的教诲，努力如何去修学。什么都救得到，啊，幸福都救得到，啊，救一个消灾免难，哪有讲救未到的道理呢？啊，但是一定爱照这个经和对咱的教诲去修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到，啊，安尼才有感应。啊，那么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是一切诸佛菩萨拢护念啊，袂讲我念阿弥陀佛啊，其他的佛菩萨我无念，其他的佛菩萨可能会怪罪啊，绝对无这代志啊。佛菩萨甲咱凡夫无共款啊，佛菩萨是一佛出世，千佛应护，佛佛都懂啊。你念多一尊佛，所有佛拢欢喜，拢赞叹。啊！你念多一尊菩萨啊，所谓佛菩萨也欢喜赞叹啊，绝对呢啊，袂讲啊，你无念我啊，我就甲你见怪，唔是安尼啊，咱千万袂使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，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拢欢喜，拢赞叹。讲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以佛乃灵智。声闻一劫殊佛地，尽其心力莫能测啊！那么这是讲佛地难测，佛的智慧不可思议。为佛以佛弘灵究竟啊！咱伫遮都看到这个经文，经文呢真清楚，甲咱讲了。声闻是讲阿罗汉啊，这个内面包括辟支佛、前面。咱在四十八愿读过，经文内面也曾经读过，佛讲了十方世界，这是假设的话。所有众生拢证着辟支佛果啊，大家共同来思量、来计算，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，算西方极乐世界人口啊，可以百千万劫都算未出来啊，何况佛的五种不思议地。啊，迄就更加无法度知影，所以这件代志，咱来知影，为佛以佛弘灵究竟，
顶觉菩萨都袂当彻底明了。所以咱对于佛的智慧，只有仰信啊，只有敬仰，只有相信，决定袂使怀疑。如来功德佛祖的唯有世尊能开示啊，即搭所讲的如来功德佛祖的，甚至佛家己知影，家己当然知影，但是这一句话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来是指弥陀如来，佛是释迦牟尼佛自称。弥陀如来的功德，唯有佛自己知影，释迦佛知影，十方一切诸佛也知影，唯有佛知影。因此呢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世人会当甲大众开示演讲演说，唯有世尊。为什么？能说法的人无如来的智慧啊，所以讲未出来。唯有诸佛如来呢，才讲会出来。这件代志呢，唯有诸佛如来才讲会出来。那么甲诸位讲呢，菩萨能说法，菩萨能说经。菩萨像佛同款能说一切经。那么菩萨呢不能说阿弥陀经。菩萨呢不能说无量寿经。为什么菩萨无法度讲这个经呢？因为无量寿经甲弥陀经是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。顶觉菩萨也无到这个条件来讲这个经，因为伊的智慧也无到圆满。这是诸位爱知影。所以这个法门跟普通法门不同，这部经典跟任何一部大乘经典也不相同。人生难得，佛难得，信非文法难中难，文法最难，最难的是文这个法门，最难的是文这一部经典。这个经典你一生当中不容易遇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，要宝贵这一处的造物。这个造物真的是不容易，这两句我们就不再再说更多了，前面都曾经详细说过，人心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信非文法，这是特别指这部经。这部经无智慧，决定不能升起信心。六祖有情当作佛，行巧普贤定彼岸。那么咱在这个经文上看到了，行巧普贤咱在本经第二章里面看到这个德尊普贤，在弥陀四十八愿里面，咱见到普贤行，在正藏分里面，佛教咱多处讲到。普贤行愿，由此可知，修学这个法门与普贤菩萨有密切的关系。咱将这部经跟华严经合起看，才真正明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佛在华严经上讲，无修普贤行，不能完成佛道。你要圆满成佛，一定要修普贤行。不管你修多一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。到最后圆满成佛，拢爱修普贤行。未当修普贤行，决定不能成就无上正定正觉。那么这部经自始至终，拢是讲修普贤行。所以咱才知影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内面的一真法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无六道，也毋是十法界，伊只有一个法界。所谓是唯有一佛性，无二亦无三，像《法华经》所讲的，伊不但是一佛性，是一佛性当中的一佛性，顺应普贤大士的法界，这是前面一再讲到，这个德尊普贤，那么这一句经文上讲的行超普贤，这不可思议，超过普贤了。安怎超过法呢？拄则甲大家提出来了。这一句佛号内面，圆满具足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越普贤大士之德。
为什么一句佛号可以把普贤大师之德完全包括了，一点都无遗漏啊？所以呢，一切菩萨修普贤行，想要修到究竟，只有往生西方世界啊，伊的普贤行才会当圆满啊。如果无往生到西方呢，啊，那么这个利是当圆满，书也袂当圆满啊。这集的时间到了，咱就报告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